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这一款 iPass UV 7110的平板印刷机。这平板印刷机的好处呢，就是我可以透过在电脑当中设计好的图案，直接印刷在各种物体上面，例如像铝板、金属板，我们可以印制各种全彩的效果，包含白色效果在上面。这是我一般常见的室内装潢瓷砖、亚克力板、广告亚克力板、木板、时下最流行的照片手机壳，也是可以轻松印制。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在油画上面印刷出各种精彩的颜色。7110的最大特色就是它可以印刷一个全开的尺寸，可以到71×100公分的纸张，我都可以轻松的在这台机上进行印刷。我们的高度范围呢是在10公分，只要是在10公分以下的平面立体的产品，我们都可以透过这台机器进行印制。接下来我们会大家讲到这台机器的特点。在寸土寸金的台湾，机器的尺寸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这一款设备呢，只要手张开的尺寸160公分以内，我们就可以轻松的进入一般1吨以上的货梯。我们的重量只要463公斤。而且重点是我们可以在连续生产的过程当中得到良好的品质，采用工业型的喷头可以连续生产不间断，只要使用的电源呢是我们一般的冷气电源220伏单向就可以生产了。同时间我们 iPass 7110也提供了工业型喷头2年的喷头保固，可以让你在生产过程当中更轻松、更稳定、更有保障。而且我们这台机械的价钱是不到100万以下的工业型机器。工业型喷头的设计可以让我们稳定的生产、高速的生产、长时间连续生产也不是问题。7110我们配备了彩色及白色，所以让我们在印刷的速度能够更快，平均每一个小时可以印刷到8到12个平方，是一款属于工业型可以连续长时间24小时不间断生产的一款商业型机器。7110在我们的机器上配置的吸风平台，这个吸风平台好处就是防污、抗刮，经过阳极处理过之后的吸风平台，即便有油墨残留，我们也可以轻松的去除。另外就是当我们在印刷纸张或薄膜类的时候的产品，最害怕的就是它的固定方式，甚至在我们印刷过程当中它可能会有移动的状况，造成这个我们的作品效果不良，所以经由这样子的一个设计，我们可以轻松的固定纸张、薄膜之类的印刷品，让我们的印刷更加轻松。光固化的油墨呢，对我们的产品印刷有很大的好处。为什么？因为一般的油墨它需要等待干燥的时间，而光固化墨水只要在我们进行印刷的过程当中，经由我们的 UV LED 光固化的系统，马上就可以印刷出完美的作品，而且即打即干，马上就干燥了。所以这也缩短了我们的印刷时间跟交货时间，不需要等待，立即出货。